六月节平安。啊，这是咱三个来共读林达基牧师所要分享的经节。啊，记载伫《路加福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四节。第一节，当迄时，该撒也过速度有出席，命令天的拢做鸡甲。这头一摆的鸡甲是古利六做叙利亚总督的时来做的，竟然去做鸡甲。大人倒去本城，约瑟的细伙属于大伯的家，所以对家己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太，到大伯的城名叫伯利恒，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家家。彼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因伫遐时生产的期间就生头前囝，用布包伊，予伊困伫坐里。因为客官无所在通用温饮，迄地方有各样个大地山里，连是收见各样个羊群。主个天使徛伫因个身边，主个阳光微微照因，各样个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个好消息，各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台北个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你们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坐里，这个就是予恁做记号。忽然有一个天兵甲遐个天使三甲地地阿罗上帝讲，伫极光的为阳光归的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上。各位弟兄平安，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用华语来领受上帝的信息。第一处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至十四节，请。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备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以上，我们来看教会的消息。报告。
宏翔社会企业暨椰子油系列颇受好评之后，我们又推出了北港黑金刚花生，欢迎弟兄姐妹主日后到大门口来购买，或者是洽我们的干事邱淑慧姐妹，一定要买哦。很快的，2017年又到了尾声，弟兄姐妹们，今年的奉献目标是否都已经完成了呢？如果还没有完成的弟兄姐妹，赶快把握最后一个月的机会哦！如果您希望您的奉献是归入在2017年，请记得12月24日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主日奉献归入在2017年。支票奉献的弟兄姐妹，到期日请写到12月26号前。如果您是银行转账的弟兄姐妹，请在12月29日之前完成。12月30日起，我们的奉献将会编入到2018年。请弟兄姐妹们留意一下日期与时间，让我们越奉献越得祝福。全人一致特惠，你报名了吗？如果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姐妹，赶快把握最后两个礼拜的机会哦！每一次的全人一致特惠都帮助我们的生命被恢复、更新、变换得自由，让我们更多经历到神的爱以及被圣灵所充满。时间是在12月23日早上9点，报名费用是50元含午餐，另外讲义是50元。如果你已经有讲义，就不用交50元，但是记得带讲义来哦。报名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扫我们微杂志上面的 QR code 进入到报名页面，填写完资料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是跟各区牧报名，或向黄其廷干事或杜牧文干事报名就可以了。一定要参加哦。2018年冠冕理财春季班已经开始招生喽！我们先来听听林仁一传道的分享，看仁一怎么说。天桥教会理财课程即将开课喽，想要邀请弟兄姐妹能够来报名理财的课程。我自己在课程当中学习到交托主权，当我知道我的一切，包含我的工作、我的家庭，还有我的财务都是从神来的，我就在课程的当中得到了很大的释放。我也看到许多弟兄姐妹因着这个课程开始服侍神，开始灵修，开始读经，更多的渴慕神。所以这个课程不是只是帮助我们在财务上能够有好的规划，也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有更大的成长。所以邀请弟兄姐妹抓紧这样的机会，赶快报名天桥教会所开办的冠冕理财课程。报名请扫微杂志上面的 QR code， 或者是洽江姐妹，她的电话是0985910777，一定要报名哦。启动天国人生特惠，1月26日起，彦信中牧师将有3天的时间在我们的教会与我们分享宝贵的信息。让我们先来看短短的影片。全新启动天国人生课程将带你从天国文化的角度思考信仰的根基及应用，借着这个课程将会帮助新进的弟兄姐妹打好信仰的根基。而对于许多资深的基督徒来说，这个课程将会给你一个全新的视野来检视你的信仰，你是否可以认出自己是一个君尊的皇族，而不再困在孤儿的灵里面？你是否被圣灵的大能所开启及充满？我们又要如何聆听并且正确地分辨神的声音？如何在神的同在及心意当中祷告，使在地如在天的事情会发生？神的儿女要如何活在神心意的团契生活当中，并且委身于地方教会？如何要把福音带到我们的周围，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过去2年在不同国家的课程培训及神国降临医治布道会当中实际的操练，短短的3年当中已经累积超过1000人现场得着身体的医治，地方教会都为之振奋。但其实这些都是耶稣在2000年前就教导给我们的天国生活方式。我在这诚挚的邀请众地方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接受全新启动天国人生课程的训练。费用是400元，请找黄麒麟干事报名就可以了。FM89.1 南都电台天桥之音广播节目，12月10日晚间10点到11点播出真情相遇单元。本周我们专访到蔡家芳姐妹，题目是活出爱。偷偷告诉大家，12月23号圣诞晚会，韩吉会演戏哦，他是我们今年圣诞戏剧的主角，大家一定要来哦！12月23日晚上7点，不见不散。新主，你刚刚跟他们讲什么？秘密。
以上就是本周的消息报告，让我们一起欢迎林宪平牧师。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咱当年拢会请多云做博士来报告分享伊的以色列阅历啦吼，咱将时间交予伊吼真感谢上帝吼，我已经退休要到15年啊吼，阮迄届毕业生，现在毕业生已经有一半上帝调去天堂休困啦吼，无调去吼，爱继续为着上帝做工啦吼。我每年大家拢有机会带人到伫一些去参观耶稣所行过卡亚吼。今年拄拄我嘛拄啊回来，有带10几个去，有咱台湾的企业家，有中国的企业家，吼我有甲伊介绍，因咧问讲我是咧做什么，伫做咧牧会，我讲我已经退休啊，特当有来一些做这圣经会咧，甲大家分享吼。我有摕几本互因看，真感上足的，因看了吼，10几个订900本，讲要送朋友送，为着耶稣传福音啦，吼。总是我已经存无几本吼，你若要爱，今日若无够，定期我会搁送来给大家吼。我只有甲大家介绍，这本规律甲别人无相款，圣经规律拢是为着圣经做见证吼。像这张就是伫伯翰的故乡巴旦阿兰的所在翕的，这是专门坐计程车去翕的吼。你坐车无都停咧，互你翕啦吼。这是伯翰时代因的故乡。在饲羊，今仔日伫遮个民族阿兰人嘛在饲羊。特别讲，耶和华是我牧者，我无欠亏。主耶稣讲，我是好牧者，好牧者为着羊放下性命。我捌我羊，羊嘛捌我。你若看到这张，毋是用话，你就知影讲耶稣讲这个故事是生活上实在的故事。吼，你若看这图，那会予咱帮咱认捌圣经耶稣所讲的话。嘛，帮助咱的信仰，吼、哦，唔忙咱每一个人拢做耶稣好牧者，吼、哦，耶稣甲彼得讲，去养饲我的羊，咱爱甲牧师做个养饲耶稣基督的羊，才应跟上帝，吼、哦，这一本只有100，只有印刷费那点啦，吼、哦，牧师问我印偌济，讲一张只有印5000本那点，唔是真济，因为我能力有限，吼、哦，唔忙咱大家礼拜说。会当伫外面来分享个别吼，那阮若无够，恁定期阮会伫后礼拜送过来，好，恁会当对干事来提吼，真多谢大家吼。每一个礼拜有足侪人足欢喜讲书，就是川普宣布耶路撒冷成做以色列的首都我。甲你讲，听听咧就好。是1995年，美国的国会已经通过一个案，就是亚瑟丁要成做一些的首都。历代的总统，为克林顿、布希、甲奥巴马，拢用行政命令，唔敢去执行这个事。伫个川普伊永远有个选民讲，伊要和耶路撒冷成做犹太人的首都，即个毋是讲伊的政见，是所有的总统较早拢会讲即个代志。总是你若注意听伊的内容，你会感觉即个人生意人，伊隐含着很多的伏笔。伊讲，阮即马定心要去请工程师、建筑师。甲设计师重新设计、重新来做，做一个领事馆伫亚罗萨丁的所在。伊做较好，可能已经下任啊。你毋知了解我伫讲啥无？所以兄弟姊妹，我当时啊有感觉，咱做一基督徒吼，会足为外在足欢喜。啊，你若看胃内面的事实的时，你会感觉讲，这个人奈安尼吼，对无吼？我真无望你用即款的眼光来看牧师。是一人问，敢问讲，牧师你讲的是真咧假的？这礼拜有一个姊妹为台北来，伊要来开咱开微店，伫将来咱的文创的中间有展览室，爱来看这个展览室。伊就摕微店那边人的图来，这个画图的人是一个牧师，叫做菲利牧师。
啊，足少年足缘投，爱带一个一年的亚青，啊，伊事业嘛做足大啦吼，做足大，啊，足有恩高，啊，足有能力。啊，伊画图吼，啊，我一看伊时，我感觉讲这个图啊真水，啊，总是一个素人画家，唔是一般迄款的学术派，是一个素人画出来物件。啊，我就甲看看伊定价吼，一张是6000块安尼，哎，6万块啦吼。我讲我来定价6万啦吼，伊甲讲。啊，无爱偌济，我讲现在台湾卖只1万块、15000就真好啦，安尼啦吼。伊甲讲，牧师这是美金呢。我怎错者？这是美金，这不是台币安尼啦吼。啊，我讲你怎么定这么高？伊甲讲，这个牧师很有恩高，每一笔都是恩高，每一笔都是能力，每一笔都是神的恩赐，贵不贵？贵。6万块贵不贵？180万台币贵不贵？我听一个，我想讲，我也在转行啊。即摆我伫想讲吼，我来甲问讲好卖无？啊，这个问题来了吼，我好卖无？伊甲我讲啥呢？伊讲伊即个卖差不多28，安尼啦，俾咱遮听到，已经卖18去啊。安尼啦吼，我讲一张图180万，伫咱教会买起的，剩无几个，然后啊，总是已经卖18啊。啊，即句话入来我的心内时，我想讲即个商业手法，你知？伊会甲我讲卖甲剩2-3张尔，你知吼？不要紧，总是甲讲你上海嘛啦，嘛卖甲足好，啊台湾嘛台北卖甲足好啦吼。所以我有一个期待，期待讲吼，很奇怪，常常追求神吼，你等于尝试看看，画一寡图啊，互文创甲你卖。啊，人啊看到这种图能够有预知能力的时候，这种图就足价值啦，你知影吼？求上帝帮助咱，让咱逐工拢有一个新的创意在咱的心内。我忽然间伫前礼拜读圣经，伫读讲有一个记号叫做马槽，耶稣前伫买座的内底。我开始思索，我到底是伫对啊？我去想着讲，我是写伫倒落的一个庄卡，叫做海丰仑。我的妈妈跟我说我是怎样生出来，就是当时都要去叫三宝，每一个家庭的孩子要生都要三宝来生，总是那一晚我的老爸跟我的老母都没什么陪伴，我的老爸在跟我的妈妈说这个孩子要生出来是不是要陪伴三宝，我的妈妈说时间还不够，可能要再几天了，说了那晚我母也没听没听就把我生出来了，无三宝，所以我是无三宝生，你吼啊！真感谢上帝。啊，听啊，我住一个茅草的所在，啊，迄个茅草屋啊，我有甚物印象？啊，过无久，我的兄哥将爱行毒品啊，毒狗你知影嘛吼？去抓毒狗来行，无拍算将迄间厝庄甲烧伊啦，阮兜都甲烧伊。啊，阮老爸是一个心地足宽阔的人，伊讲甲阮老母讲，唔好拍囡仔，愈烧愈旺，你知吼？啊，所以无偌久，阮兜就变迄个较好个土甲厝吼，关键有抗争迄遐安尼吼。过无久，阮兜就搬去倒六段。啊，你好，我来出事，我伫想讲，我来出事就出事一个卑微个庄卡。我会记我囡仔时，我个妈妈已经40多岁，我伊无零通我食，所以海丰仑囡仔有生囡仔，恁有厝内拢我有食过因个零。我的姐姐有一天跟我说，阿平有一个你的奶妈过身去了，我说、我不知道，又过不久跟我说你的奶妈又过身去了，我跟问我到底是吃几个人的，我阿姐就跟我说，他也不记得了，他也不记得了，我说、我成长背景我来是有这么复杂，你知道吗？有这些人，我有吃过这些人的，然后我开始想说我们人医是怎么生出来，我去朋友的牧会，有一暗9月26号、9月25号晚上，我跟师母在看三人行。你敢捌看三人行？足好耍个，笑甲嘿嘿叫呢。我就甲师母讲，师母你爱唔好笑甲大声哦，惊囡仔走出来哦。你讲袂啦袂啦，幽默的安尼啦吼。怎啊笑一个，拄好10点看到11点，拄好看到10点半，伊就讲一台一通呢。要生了哦！我讲跟你卖笑，你个笑，伊嘛是个笑，笑笑我怎啊？伫迄个迄暗吼，伫外口伫内底看生意是笑，甲外口是那个风雨大作，雷公四闹安尼啦吼，安尼吼，
了后，我怎将伊带伊去甲海军病院。啊，入去甲海军病院时吼，才发现海军病院有够简陋啦。伊做身躯检查是拢转个台南检查，啊，要生就未赴，未赴转个台湾，本来设计要转个台湾都未赴，啊，所以就去海军病院嘛。啊，伫遐做足简陋的所在，啊，生一个婴仔名叫做仁医。嘿，啊，了后我才发现。阮的伊生遐囝的时吼，发现讲，哎、欸，含较早的人咧生囝仔拢无共款吼。伊是一个豪华医院生，啊生了就去住伫一款的国泰什么，我唔知经叫做啥啦吼，伫就伫大医院后壁遐吼，去伫遐囝仔更伫遐，啊，我的媳妇嘛伫遐。啊，第一个囝仔生的时吼，我去看我的 Sam， 看 Sam， 吼，住伫保温室内底吼，你感觉？有够受保护的啦，那你就是囡仔放喺温室内底，才受保护安尼吼。我较早吼，我去生出来时，我老母拢甲我讲，哥哥较早包的布，先嘛包你安尼吼，一个包过一个嘛。我囡仔啦，过年有一束新衫的，才欢喜的，拢是哥哥全部来包办才给我。即卖囡仔唔是，就是咧包温室内底吼。我就甲问阮师傅讲，啊，即安尼一个月偌济？伊无甲我讲了，我有去探听，原来一工八千啦吼。啊，差不多，我们出钱去啊嘛，心内就感觉讲安尼无啥对嘛吼。啊，甲两个生的时候，我都爱出安尼啦。啊，无发生，人伊有够敖啊，我生一日都还袂一岁了，可是有囡仔安尼吼。啊，然后过去住迄个国泰，啊去国泰时吼，我想讲即个袂使，我全家出啦，我就想嘛，啊去付钱。啊，我走去的时吼，要刷卡，我要去刷卡，心情真复杂啦。你感觉是复杂，我足惊刷落去，伊无去刷，我爱刷嘛。啊，佮无去刷，佮感觉足无面子，迄款冲突伫我内底。啊，总之我嘛是爱用干嘛呢？卡提好个对无？哎，查咧讲啊，啊，林先生人家已经刷完了，吼、哦，你感觉我心内偌欢喜。啊，即摆啊，我怎么知我即摆囡仔吼，为过去囡仔佮即摆囡仔生，哎，成过来拢愈来愈无共款咯。囡仔越来越少，啊，愈来愈成做人个宝贝嘛，或者成做宝贝。你想起来，囡仔出世，甲耶稣出世，那就有一个足大个距离啦，有一个足大个距离吼。你读圣经，我讲迄距离就对我头里听啊。你看吼、哦，当那些日子啊，该撒雅古士都哈，该撒雅古士都啊，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都要报上什么名册。就做户口调查，所有人拢爱登记户口。伊要统计罗马帝国到底有偌济人，犹太人有偌济人，即做一个户口的普查啦吼。过来，你甲看第一下，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即、這个巡抚吼，伊有两款的名，先定有两款的名次，一款叫做巡抚，一款叫做方伯。巡抚的是属于啊迄、那个皇帝，啊方伯是属于迄个国会，有两种。先定吼，你也记得好来。这是居里纽吼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上名册的事。过来，你看下来。众人怎样？各归各城，报上名册。所以你问到底对，你拢爱登一滴你的原来的故乡的所在，原来故乡的所在。好，过来，你个看下来。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安尼伊就是搬去一对拿撒勒，总是伊本来到底对。伯利恒，伊本来住伫伯利恒，伊个祖先住伫伯利恒，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什么？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好，来，你个看好来，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怎样报上名？一所聘之妻，这阿未娶，阿未娶，叫做什么？所聘之妻。好，来，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已经重啊，所以因得来个对。伯利恒哈，好来，这边这个看嘞，好来，他们到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来，好来，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请你注意哦，这一个足大隐含的真趣味的条件在咱的中间。犹太人是一个足好客的民族，他们很好客。应该讲，我为拿撒勒搬转来甲伯利恒，我的亲戚五十应该爱接待我，有无吼？你有感觉哪像有无接待伊？嘛有可能，嘛有可能另外一个事，就是犹太人有一个概念，你若跟他聘一个妻子，还袂娶，袂使生囝啊。所以我有感受到约瑟看到伊的
太太玛利亚来有囡仔时，伊感觉羞愧，唔敢去找亲情，啊，亲情嘛唔敢接待伊，接待伊的人伊嘛会用看天，啊，这种冲突就在约瑟的里面，所以亲情无接待伊，啊，伊要去住迄个客栈，啊，嘛已经客满啦，已经都客满了，都客满了，那么呢，伊得去住伫啥物？马槽的地方，放在。啊，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的地方。啊，一直对生，在马槽里面那啦生。好了，来，好来，因为客里的地方，因为客店已经没有地方了。你看，我们捌想过一个代志，就是，在古约，迄个你注意读，上帝的创造阿东跟夏娃，该放伫对伊甸园。是不是？迄、那个所在是一个上帝永远跟伊三角同在的所在。伫伊甸园的内底，阿东甲夏娃是创造了，伊享受迄个伊甸园的平安甲快乐，有无吼？因讲即种即个动物叫做狮，叫做狮，因甲迄动物命名，因足有权柄，吼、哦。啊，总是爱甸农园是一个堕落的所在，但魔鬼出现了后，阿东甲夏娃就安那，就堕落啊，就堕落啊，堕落了，他们就离开了伊甸园。伊甸园成为一个堕落之地。总是你去看吼，上帝开始伫古约时代用律法、用先知、用当时的史书来开始拯救犹太人。总是用任何一个方法，拢无法度去起造一个上帝所爱的国度。所以伫古约时代，上帝本来诚做因的王，到尾犹太人讲我家己要爱王，所以开始设立什么人？撒伯尼设立代笔有没有设立了两个王，然后王朝就这样开始。现在王朝的国王的治理，现在王的治理并无法度去下的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伫想想一个问题，事实上伫古约的时代，上帝拯救世间人是无成功的，神是没有成功的。伊看他救人，人就是拒绝伊，人爱为伫活伫罪恶中间，所以伊就家己本身切派也惊来个这个世间。等下来跟这世间的时，你注意个读吼，世间人永远是安那无法度接纳伊，世间人永远无法度接纳他，客栈也没有办法接纳他，所以伊才需要去买座的所在来先行。看你姊妹，你读约翰啊福音书读第一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你读看卖吼，你看看，你读看看好来，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怎样不接待他？这个世间的人无法度接待伊，伊出世的时阵，世间人都已经安那无法度接待伊，何况是出世伫什么所在？美者的所在。犹太人伫过去一个概念，就是你讲起，阮的将来迄个 Savior， 阮的救主，阮的弥赛亚，是为天顶来，啊，成做一个君王，带阮建立一个上帝的国度。因拢一直唔望这个，这是因的想法。总是上帝的想法唔是安尼，上帝切派伊的囝来到底对？到底买座的时候，住在马槽的里面。哦，我大概想到买座的时候，我才感觉，哇，这下是一个足大的挑战了哈。为天顶，为天上，忽然之间在马槽，上帝为天顶来个买座，代表上帝谦卑真做人。还是怎么？上帝爱的子，不是真做君王，世间的君王，不是真做政治性的君王。上帝爱的子在这个世间真做什么？到底买座内面真是人的萝卜，所以你读去读一个圣经，你把这个圣经大声读一下来。你读腓立比书，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伊本来有上帝形象，总是无立在上帝当顶，有无？对不对？啊，再来你看第七章的所在，反倒虚极，反倒等下变成家己除了萝卜的形象，真是人的样相。伊来个这个世间，先伫买座的内面，伊互人家伊排斥，不要接待伊以外。一个道行家己，真是萝卜的形象，也真是人的样相。安尼来个世间，伊真是上帝萝卜嘛，真是人的什么？人的样相嘛，真是人的萝卜。我每次我读到这些所在时，我拢心中有很大的震撼吼。迄、个震撼是啥呢？我看上帝吼开始定时要去拯救人的时吼，一切都从今开始，从马槽开始，从最低的地方开始。马槽就是台湾，讲较简单的是低调。哦，我想要跟你讲，有一个人名叫做林献平，生在低调的所在，啊，你也感觉怪怪的。你也感觉有一个人的名，叫做罗兴德，啊，伊生在马槽的所在，你也感觉足怪的。总是咱的主就是安尼，伊为天顶来个这个世间，他就在马槽的里面。
那个马槽代表就是谦卑，上帝谦卑，让他的儿子成为人，重新开始，一切从基本开始，为头开始。伊大概这世间无好就治过，等你大汉中间，死你就要抬所有囡仔，所以就逃避去对，逃避去个埃及的所在。他逃到埃及，你讲看伊团队是够好过，没有好过。你有看到伊互人配嘴呐？看到伊互人要甲下落山崖，看到啊伊逐工去接受挑战，啊看到伊啊真侪人啊离开伊，所以你看约翰六章六十六节哦，你看一下约翰福音书六章六十六节，你读看嘛吼。我每一个读到这时吼，我拢心内吼足很大的震撼吼。这些人哪有法度这孤单，这么孤单呐，这么孤单吼？为伫买做，遮卑微啊！生活中间遮孤单，了解的人哪像无济啦吼？哪像无济啊？你甲看六章六十六节吼，六六六最惨的一个圣经节。我来大概看到这圣经上，我来老哇塞！你看他看吼，从此他门徒中有很多退去，不和他同行，哇！离开他的，不再跟他同行，有没有很孤单？同志们，他这圣经在的习惯，在发现讲，我们必须从马槽去思考到我们的人生。思考到我们的孩子，请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囡仔用即卖用囡仔问哈，你的囡仔是生活的美泽，还是生活的温室？你讲看即卖囡仔都摸只狗啊，叫幺狗啊，叫 Honey， 啊抱狗啊，啊叫抱老爸 B。比什么较困难？叫抱老母有困难无？啊，抱狗啊，亲亲啊，叫亲老爸，哦，好恶哦！我感觉这么囡仔拢伫温室嘛，你知吼？啊，爱狗啊，养过什么？老爸老母有机会把那些狗带来。我为他们祷告。我真的有时候真的，我觉得很大的震撼，怎么是这样孩子这样？你看，妈囡仔吼，他整个的生命的历程呢，他都是怎样会跳跃式的东西？他不是从马槽从很卑微的地方开始做，他不是从卑微的地方开始做，他就开始跳跃，他有一个自己的力量一直跳跃。我那开过几马店。师傅为台南请去的，迄叫做一个叫做金城，在里面坐落，我阁有会记哩。我阿哥开一台车来载迄个师傅去北港去拍阮兜的金啊，啊有一个师爷来，迄、那个师傅我听你讲，迄、那个师爷讲你即马买做我师爷会使哦吼，我甲你讲啥地方来听啥出啊？也安那也腿啊，啊也肩啊，安那也脚刀哦吼，来你干那也肩就好啊，你知吼？啊开安尼，啊你爱去抢爱加些啥？嗯，阿个就啊，整理我的房间，因为你是我的师啊。啊，迄师啊吼，甲讲讲好，伊愿意啦，从头开始。迄、那个师啊，就迄个师傅下骹三当四个月，你后迄师傅甲讲，你安尼会使，你会使做师傅啊，伊就安那才出去做师傅。伊讲我无爱，我学了阁无够，我感觉师傅你甲我教三四堂来吼，我感觉无够，我要学较济啦。师傅甲讲，我教你拢教，我把你拢教了啊。你知道爱讲，无我感觉师傅你有暗作侪物件。哎，你师傅唔走就唔走了，他就是一年后国考毕业就来做来学师傅嘛，啊，所以十五六岁就毕业嘛，啊，叫伊去外口做行业，伊干要对这个师傅，我这师傅哦，我感觉这师傅你教伊足扎实啦。你看即卖囡仔吼，敢有人要扎实讲我要好好读书，有没有？有没有？哎，无吼。你讲，刚我感觉那马槽的精神，咱都在咱内面没有嘛？真的我没有，我做一个传道人，我就一直在反省，就是讲，我根本没有在过马槽的生活，是安怎呢？我没有重新开始，我一新人一毕业，我去到学校，去到教会人叫我先生，我伫新人伊伫做读书时，入去到教会时阵，人嘛叫我先生，入去当然之间一个阿嬷安尼吼，阿嬷嘛叫我先生，我去伫迄、那个台南关。有一个北河边啊，一个东河，东河过起来有一个东河过起来有一个足，有一个足细间个教会，唔、是盐井，我怎么想不起来？东山，你哈，东山要一个东河对，东河，我去加一个阿伯啊出来，我六我五点外到啊吼，拜六五点外到啊吼，
迄学校诶老师甲我讲，我若去就是阿伯来会请我去食饭。我五点外到，毋知要困倒去啦吼。啊了，甲等到六点无人来接，好枵干嘞吼。啊遐无得食呢，真正无得食吼。啊，想讲要甲搬啊，你知吼？即七点外才一个阿伯煞就讲啊，你敢临盛吼？叫你临盛呢？吼，我感觉怎啊，规人拢怎啊有力气安尼啦吼？要临盛安尼吼啊，我坐伫阮兜食饭安尼吼。啊了，为细汉就互叫临盛。啊，我袂晓团队。我看也徛伫遮尔，啊！耶稣唔是叫我徛伫遮，耶稣爱叫我徛伫下骹，会晓团刀。我耶稣的功夫我无学，我学无学团刀。我袂晓一边光棍，我甚物拢唔捌。所以我伫牧会中间，我发现到这种马槽，为提炼那个地面之卑微下来，每一个步骤都要学好。弟兄姊妹，我要跟你讲，不是你出生是怎样，唔是我出生。是甚物款？唔是你讲你较早出世是甚物？就是你袂使讲一直寄望你的出世应该是郭台铭因兜，你袂使一直寄望你是伫林献平因兜。你唔是安尼寄望嘛？你是爱寄望甚物？我变呐过茅草，上帝真侪人是为卑微开始，这个卑微开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抓住这种生命的信息？一切都从卑微开始。每一个步骤，我都要好好很扎实的去把它活出来。上帝救赎是为伊将这卑微来救赎世间人，将这卑微牺牲伊家己的囝来救赎世间人。所以，我求上帝帮助咱，唔是一直看你的过去啦吼。最近我定看到郭台铭的消息嘛吼，啊，你后我伫看到，我忽然间入去 Google 讲伊较早住伫倒位安尼啦吼。啊，去研究伊一生安尼吼，啊，你后我才知伊住伫永和的中兴街，因老爸是警察，遐有一个警察村。然后我才知影，原来伊住的所在甲我住伫隔壁，因为阮姐夫是警察，啊，所以我读大学时代拢是我姐夫的厝，因兜住啊离阮兜无几间，总是发现讲，你敢知伊一生安怎开始？四个人开始拍拼，搁再拍拼。四个人开始从头做起，不怕失败。所以我的求上帝帮助咱，上帝加这人来给这个世间，你诸位来宾，每个人因着你谦卑下来，放下你自己，先去下供。伊来个家己所在，无人接待伊。总是来信靠伊的人，伊要加这上帝一件；，今来信靠伊的人，要加这上帝一件。伊来个世间加这一个。活伫生伫迄个美食的所在，一个囡仔，总是为这个基础开始，伊真做人的萝卜，伊卑微家己来救赎世间人。对我来讲，我袂甲你讲，做一个牧师嘛是安尼，一切要很卑微，一切要很谦卑。然后呢，我才讲，我要爱学习甚物更加侪物件，才会通我教会更加大的突破。我感觉咱的生命干是安尼，每天都在寻找一个卑微的点，然后开始从这个点去思考自己。我是不是太多的情欲，太多的自己的血气，太多自己的看见，然后拢感觉家己足牛的，啊，别人啊啦，拢足含慢。来，请问咱啊吼，你家己感觉你袂歹，真牛的，咱先举手哈。起码你唔敢摇啦，出去你就知。来，这里想谦卑嘛吼，啊，你嘛感觉哦，我当拢会啊，你知吼？啊，当拢会嘛，啊，出去啦，无嘛无。你有感觉这个时代？教会就是安尼，那是足多人，拢家己感觉伊真是足好，总是随上足好背后，你敢知影这样代志？就是我敢真正有扎实伫耶稣基督个内面，迄个美德精神、谦卑个精神伫我个内面，我怎么谦卑下来？最简单的教会就是要突破了吼。当然，从足多人信耶稣，总是我感觉我心灵足未满足哈，真系不满足。啊，咱有滴做门徒训练，做个不得不切安尼吼，我心内足艰苦呢吼啊。每天都五点就起来，我将五点就起来祷告呢吼。啊，到前日早起呢，上帝跟我讲，叫我找福气教会。吼、哦，我才想着讲福气教会三堂前比咱较细间，即马较大间。三堂前吼，伊比咱较细间，伊才五百人尔。啊，即马吼，给咱搁加一倍啦吼。我讲我才袂去找机关教会，哦，叫你啥骄傲，对不对？我才想着讲，牧师过年过来看我，开车。BNW 745跑车来看我，看到我的车，哦，你开这只哦，心情有够坏。
个吼，一个督导督导啊，啊，我吼，你莫说你他们那遮济，佮我去看卖吼，啊，你感觉这是莫说才出处理啦吼。啊，然后我想啊，还是要怎样？谦卑，就是还是谦卑。我是讲，莫请遐大莫说来，啊，请伊当工啊。我在想着伊当工有一个人的名叫做刘进展。刘进展到底是甚物人呢？就是我的朋友，马敬的是，伊是我的门徒，逐天对我，啊，甲我三甲做伙，啊，伊结婚的时候是我来甲证婚的，啊，有一届伊读新人院，读这边毕业吧，我讲阿爹你来一下，伊就走来甲天桥教会，我讲你来想做我的同工，啊也无应我，啊心内伊讲好，伊无应我，无应我了。伊讲伊无别无开车，所以为着我去开车，去学开车，摕着执照。啊，你后怎我怎无消息？因为我派些个阿门，伊嘛派些个阿门，啊，所以伊就无来天桥教会，伊就走去福气教会，甲人开到教会。安尼啦吼，啊，我甲吓听，阿弟你敢有闲？伊讲安那，无事。我讲我足需要你来甲我讲你个教会安怎发展。伊讲哦，我是来，我当时是，我是个讲，伊讲伊是来。我甲讲吼，我爱讨一寡人情，囡仔吼，你家食足济，即马你爱嫌我一寡。我睇伊前面就跑来，伊足谦卑就走来了。啊，走来了，我咧甲伊讲话，中间才创见一项代志，就是你啥讲什么代志呢？原来呢，夫妻教育今天这么兴旺，整个架构、整个方法都是他设计的，唔是迄杨牧师，迄、那个杨牧师是干咧会尔，迄、那个杨牧师吼，干咧会，伊拢咧啊，即、這个老牧老今天牧师咧啃茶啦，有无吼？啊！伫放火炭，啊，迄、那个伊无输干去热火啊，伊足够热火啦，啊，一个种足够设计啊。我才讲啊，我找对了，我就甲阿电讲，阿电你会使来几届？伊甲我讲啊，你无输你教会若需要我，你随叫我随教。他说我随叫他怎样随到。我只了解这样代志吼，谦卑下来。弟兄姊妹，你做什么事都怎样？谦卑下来。真的要很谦卑、哦、把自己怎样放下来，你才会看到神的恩典。马槽是我们谦卑的开始，真的马槽是咱的什么生命新的开始。看这个马槽，这是一个谦卑的开始。只有谦卑的人啊，伊叫我都有上帝给咱锻炼。只有谦卑的人，你叫我都开始要安怎去想讲我要安怎去跟随上帝。所以在我里面，我的血气。我的看见，我的意念，我都要完全的怎样把它放下来。你去看约翰福音书，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约翰公啊，约翰说啊，耶稣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怎样接待他。你看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终是十三章哦，十三章哦，真挑战哦。这等人不再从血气生的，不再从情欲生的，不再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有你接待耶稣，真侪你的救主的人，为一刚开始你是上真侪上帝的囝，总是问题点是你到为神顶头生，你敢有内面有血气，内面有精肉，内面有人意，有家己本身的旧造伫我的里面也无啦。你若是为上帝生，你必须生在哪里？跟我说一声，马槽里。有困难不？有没有马槽？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困难？真的有困难。我们都生在哪里？生在皇宫里，生在自我里，你知道吗？我是个基督徒啊，你要认识基督徒，那个你不认识基督徒，总是呢，唔怕去寻工，我怎么谦卑下来？我怎样把自己呢重新生在马槽的当中，从圣灵重生？我们都隐含着自己，有很多自己的看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很多的意念，所以呢，因为没平安嘛，那每天都会起伏、起伏、起伏，安尼吼，那唔怕为着所发生的代志感谢上帝。那唔怕甲上帝讲，上帝，我跟随你，每一步路拢是你的恩典嘛。每一步不爱卖代志，嘛是你对我的操练，让我的生命更加精进。这礼拜，你想着讲足好笑的代志啊！我在高中的时代吼，我伫到教会大汉，啊，牧师吼，拢定敢查勤呐。阿伯你嘛是对，我讲我即嘛是牧师管楼卡。伊讲有影吼，我牧师要落来哦，我伊就落来，你乖乖好，安尼。你刚才牧师讲你查完就对，迄讲台吼伫遮嘛，啊，
刚才也看吼，就是一个那个防空洞啦。啊，防空洞我都多一个人会当避入边啦吼。啊，防空洞是一个人来挤入边呢，啊，里面会当坐只四五个人。啊，我拢伫迄刚才也看吼，跟只刀啊，你干嘛伫遐创啥？拍麻将。吼、哦，会无输哦。像我看我阿伯你来一个吼。替我去，我替我去做，我讲我啊，上帝啊，吼，这个少年人会悔改啊，吼，安尼吼，我这少年人知影讲伊听你吼，啊，让伊离开这款的罪恶的行为安尼吼，安尼吼，啊，当时闯去拍麻将迄个人吼，是阮的青年团结会长，拢伊错我呢，无我嘛在地下室也在拍麻将。总是吼，我感觉这牧师足听我呐，他真的很谦卑在服侍我们这些人。啊，我刚才甲他讲阿伯，有将代志吼。足重要，你敢使来替牧师做安尼啦？我讲什么代志？伊讲有一个人死伫外口，啊，死伫迄个因庄的外口，捡些东西，啊，未使扛入去因家，爱扛在外口，扛在庄的外口，安尼啦吼。啊，因无多扛伫外口，因为因啊无多去打架，啊，因家嘛无人通甲顾吼。啊，讲迄个人吼，扛在棺材了，要摕来教会扛安尼啦吼。我牧师讲好啊，吼安尼。啊，牧师甲我讲，阿平，我甲你问一个问题，啊。你有法度来顾无？我点点啊！我你话我讲，我来叫一挂人来，我哋当叫阮遐同学青少年拢来嘛，啊，就六七个来。牧师就讲，起码有一个官差伫要来，啊，内面一堆钱死人，叫只弄掉，啊，卡断伊，啊，佮规身骨拢毁安尼吼，恁要顾无？安尼吼，安尼吼。本来吼，无讲死人有毁时吼，六七个人，六七拢野手啦。啊，起码讲到迄个人吼，啊，弄掉啊，毁拢。拢流出来，卡断伊啊！安怎吼？讲了，讲个足恐怖哦！啊，你要顾个人野手，算死个。啊，两个就伊唔敢顾安尼吼。啊，阮四个就足勇敢，真勇敢！我感觉黑暗吼，足勇敢就讲，咱就到了教会青年，拢无人去敢顾这些死人，敢阮四人敢顾。所以，阮就伫遐读册。啊，忽然间一个讲，伊足枵，伊要去买点心，要去买迄个点心还食，所以伊就出去啊。所以你要一点钟也无等啊，两点钟也无等啊，我才伊走出去啊。你敢知做啥个？啥个就只讲，就是开始讲啥嘞？讲迄棺材吼，内面啊跌人，猫啊也跳过吼，迄人会活起来。伊就讲阿伯，你靠好大，你去外口徛咧啦吼，徛在棺材边，那猫啊来你个赶走。哇，啊、咱做些事嘛，好得徛出去呢。徛出来了，就徛在棺材边啊！一开始想象内面有一个死人，啊，规身骨拢血，哎呀，爬起来爬安怎呢？啊，所以就是说吼，过一摆，我就甲讲无鸟啊，这啊，佫接着讲啊，伊吼做内急啊，所以走去变数，迄出来了无等来，无等出两个，佮三点的时候，哎，佮冬天啊，啊风很大，国旗国国旗国国旗国国。我两个拢会惊，我忽然间讲阿伯，咱来唱圣诗，为圣诗第一首开始唱，为三点唱到五点，还有厉害无？阿伯就拢一直看观察。啊，你好吼，有一个心甲我讲三点啥，免惊平安，你做是好代志，故事人总是内面我，咱内面个是安那，人看见会惊未？会惊，真系足惊。到五点我忽然间啊，伫迄个图书馆外口遐讲的话，你教的是死人哟，靠鬼暗的，拢袂困的。我大家讲，我那做大我讲，嘿啦，都死人了，一只啦，你来看。一个人哦，即他们就话观察底下那变内容啊！化解的心多，现在连牧师都请起来了，牧师都请起来哈！啊，牧师来了，甲讲，这是你生命新的开始。牧师讲，就是刚过夕阳是新的开始。现在这些人叫做左中心刚过。咱两个来开丧葬业，我来讲哦，我要来做牧师哦，安尼啦吼，啊你讲啊真趣味啦吼，啊牧师就甲我鼓励讲吼，
这是新的开始。伊甲讲这是新的开始，他的姊妹，我发现迄个谦卑去过迄个人过个天光的时候，我有一个足大的感受，就是什么代志吼，都有新的开始，我们都要谦卑的去学习。我唔知影咱拄的代志是咱的足谦卑，是咩去学，还是惊吓撤退？耶稣伫天顶来个地面上，你甲想荣耀的天上到地上，如果站在人的眼光，会不会惧怕？惧怕，神胜过他。上帝该啥个同在？他胜过，伊赢过。所以我要鼓励咱，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教会要很谦卑的从头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很谦卑的从头怎样开始？那是马槽，那是马槽。为天顶来个地面上，谦卑假设人为世界人牺牲，假设世界人的祝福，我们必须谦卑再谦卑。那是一个谦卑的记号，是一个舍下自己的记号。然后我几十年了，我非常想代志，我足感谢迄个牧师，逐天都让我有一个好的机会，唔捌教我责备。迄个牧师啊，足听我，一直鼓励我，连同我过世人都有机会。迄一天，伊最后我一家伫美国拄着伊，伊甲我讲：“嘿，阿平，你敢会记哩？我伫一家足大荣耀的代志，你敢会记哩？我讲什么代志？过世人。”我听到够感动的啦吼！然后我伫几年前，我开始真正有一届教会有一个家庭，三个人拢有严重的忧郁症，爸爸带妈妈带查囡啊去迄个海边，三个拢跳水怎啊冲死？啊然后等我去看到这死人的牺牲吼，我的心都无惊呀，因为我知影我要来服侍因，我必须谦卑的怎样来服侍他。弟兄姊妹，把自己怎样谦卑下来，每一个脚步很踏实的，每一个路都是神在带领我们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咱袂使一直求上帝，用上帝啊，你派一个天使甲台南所有讲上拢安那个抬掉，上帝唔是安尼，上帝是爱每一个基督徒谦卑下来，我个讲起来谦卑下来，把基督活出来，这个城市才会改变。Amen。我们一起来祷告。兄弟姊妹，这个信息唔知有帮助你也无？耶稣在天顶，来到地面上真侪人，伊不是活在风中，伊是活在马槽，生在马槽，一生苦难。一生受迫害，最后定死十字架。搁一届想到你的人生，因为耶稣救你，你一直领受祝福，总是你的心感觉进入到马槽内面，谦卑家己，甲耶稣讲：耶稣，让我谦卑家己。这个世间虽然足侪人支持我、放杀我、迫害我，总是我永远伫马槽内面。助力教我，引导教我看过，让我谦卑，让我无看当人的气势，无看整个环境，我要看一项事，就是伫我内面，我的仁义，我的正义，我的黑气也阁偌济。我若是出世伫马槽内底，我真是上帝的儿女。我相信人的义、黑气、正义，拢会慢慢消失。所以主给你帮助我，让我谦卑，让我柔和。弟兄姊妹跟我说一次，让我谦卑，让我柔和，让我脚踏实地，让我脚踏实地，不怕困难，不怕灾难，不怕被拒绝，让我脚踏实地，让我从马槽开始。谦卑自己，活出你的形象，活出祝福。阿肋路亚！主，这时阵，我嘛要奉献我的金钱的面头前，愿你来引穿，愿你来祝福，愿你来圣化。阿弥陀佛，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而且我们一起来奉献。
别给你祝福我的奉献，恳求主你圣化这些金钱，我这些金钱成就你圣国的路用，也成就起着天国文创中心的路用，给你满满的稳定，通过奉献在我们家庭的内底，让我们的家庭充满荣耀，充满丰盛，让我们的家庭充满见证。感谢你，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哎，今麦个这个隔壁人请安，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OK， 啊，咱有几个朋友在咱中间，第一位是徐小涵加刘慧芳，啊，请伊开个，啊，在前面的地方欢迎他们来哈。OK， 啊，各位一个林芬芳姊妹，好，林姊妹在咱中间无？啊，对，阿姐所在哈，啊。还有一个谢秀梅小姐，欢迎来哈，阿伯收台哈 ，OK， 一个第一个来哦，有没有？我做些人我不熟悉，好，下这个姐姐好，下一个 ，OK， 欢迎他来 ，OK， 好，啊，咱请安了嘛哈 ，OK， 好，咱来吟最后一首诗歌 ，OK， 请来起立。主我上帝，我心内何等荣耀，你所创造何等奇妙伟大，我的气息听起大胆的微笑，眼根欢脸将我无丢世界，我心就光，我龙的主兄弟，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就光，我龙的主兄弟，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声来喊话，七声哈利路亚！万主耶稣基督恩典，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甲咱众人三个彼得，为就是高远世代无尽。阿门。请咱别过来避讳。